我把这个录一下啊，是不是出问题了？我得找他们。什么出问题？这撞了，你跟门没关呀？你自己去问不就得了？不回回我关上，然后你又跑过去。正好就差把我门给堵死了，你看我还得把轮倒出来才行。他们人不就在那儿吗？你出不来的话，你喊他们把车挪一下不就得了？嗯，占用我们的地，那我连倒个车都要迁就。那你有什么事儿要找他，还不赶紧找？最低温度是在是今天晚上还是昨天晚上负二度，然后零度，最高温度三度。我更奇怪的是，你为什么不坚持穿夹克？你不把衣服洗了吗？你早就干了呀。上次你那条那么丑的牛仔裤，我第一天洗了，第二天我又把它赶紧穿了。那证明那个时候没裤子穿。拿着你的 GoPro 现在回去，然后我们去检查一下你的衣柜，你里面的裤子。追尾的话就嘟嘟嘟嘟往上走。
现在的鸟鸟录音稍微的放慢了，哇塞，这边雾好大，刚才我说500米，这边变成300米了，你看前面就是高速的出入口了。名爵那个应该是纯电的吧，国产车在这边卖主要就靠纯电的。好，这个是一个高速的入口的方向，布鲁塞尔方向。我咳了4天2夜，你没有一个字问过我，你只是一直在那里不停的说。这个是朝南的高速。我就不说别人的苦难对你有没有意义，我的苦难对你而言一点意义也没有。这就是我总是说我为什么老是问，我一片真心为了我的羽绒服给我脱下来。你这种白眼狼就应该被冻死。ZSEV。现在就剩下个300米左右了。